家好，欢迎来到莎莎手作，我是莎莎，今天又要跟大家一起来体验啦。这次我们来到的是下班水手座，台北捷运西门站下车后走六号出口，大约步行十分钟以内就可以到达了。这次我报名的是工业风扩香花的课程。店内的环境非常的优雅舒适，二楼的部分还有帮你架设摄影棚，在完成作品之后就可以来这里拍美美的照片。报到完之后，会有工作人员帮你代位，讲解一下流程。接下来就可以去材料区拿所需要的素材了。按照平板上的材料选取所需要的花材，花材的部分颜色有各式各样，可以让你自己做搭配。这些是我拿的材料，打算来做一盆蓝色系的风格。平板上面都有详细的教学步骤可以参考，如果真的不会的话，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可以帮忙你哦。接下来就欣赏一下疗愈的插花时间吧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完成了。走，去摄影棚拍照。最后把作品包装一下，就可以美美的带回家啦。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快速分享。那喜欢影片不要忘记按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莎莎手作频道，就不会漏掉任何一集手作动态资讯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